Hello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应该要，我应该弄个荧幕出来卡在我的面前。哎，来喝水，哎，旭夜安安，晨晨安安，青蛙安安。一，哎，blank 安安。哦，这样念吗？BLANK，小熊熊安安，米米安安，又可以看到我画画，这次很想看我画画，是不是？对了，这次画之日结束喽，再过几天大家好好把握。画之日结束啊，最后几天啊，什么意思？黑子安安，诶，你是好久不见的黑子吗？大概消失2个礼拜了。好，这款游戏就是之前的、啊、西二派画家嘛，有做过系列影片，但是最后是直播，最后哎、欸，直播最后才完成的作品。我是不是应该先用赛画个电脑荧幕出来啊？问一下哦。新增，哎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等5分钟。不知道这次国家会不会讨厌粉红色，又不知道啊。哎，上次真的很好玩啊！我刚刚告白了，我刚刚跑去告白了，哎，另存图片，可是，先放这边。哇，真的好久没告白了，换一个告白，好害羞。那我要调一下位置，动一下哦，因为刚本来想要开台前弄好的，结果发现我完全忘记怎么用手机截取，好白痴的我。一下载，这台电脑好大啊！这台荧幕好大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哦，现在。哦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哎，这台电脑由安妮提供，谢谢安妮。各位在聊天室打，谢谢安妮。刚刚那个荧幕大小是可以看电影的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子的大小，你们看 OK 吗？可以吧？哎，谢谢主播，我的绘图软体关掉了。哎，好。再见了，海加路。你好，饥饿派画家。没有违和感，对不对？安妮，安妮在做什么？画这边，繁星画这边，这里。哎，安妮在教我画画。
今天又被热，今天又是一个被热醒的一天。哎，过那个端午节过后，可能就是一样，我可能又日夜颠倒了啊，可能痘痘要暴涨了，啊，可能会有半夜深夜台的，哎，这跟一代，不，这跟测试版一样哎。来哦，我们重新体验一下，这个叫床。啊，床睡不着，这个是画架，没有灵感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我还没画到，啊，它直接烧掉了、喔。壁炉又暖又舒服，哎、欸，我没有画到啊，我好像记得、欸，哎，我那时候玩测试版，好像是画好之后直接给我烧掉，是不是？哦，还好没有画。冰箱还是很空，然后这边写"繁星的星"被填满了。小厨房一团糟。哎、欸，还是安妮，我们来玩烧厨房，改天可以来吵架一下。电视转台，当然。干嘛啦？咚咚咚！扣扣扣！加藤安安，波比，你已经欠了我3个月的房租，给你啊，给你啦。很抱歉，boy 啊，bro。啊！但我有个新租客在排队，你被赶出去了，我得把你剩下东西拿出来抵债。我送你去城镇吧，到床那边汇合。等下，不行，这个安妮被挡到，我好不爽。我不转哦，安妮，头上好不好？来头上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过来一点了。好，这样更，应该再小一点点吗？服务员安安，马同学安安，火鼠安安。然后火鼠，你现在是收假收几天？清明连假也放是不是？等等等等等等，肯定有东西可以拿啊！今天只有个姐姐在敲头，一个就够啦。2个我怕我应付不来，懂吗？一个爱是100%，2个爱没办法变200%。有没有开局呢？可以拿到大师之剑啊？拿剑去毁那个城镇，先毁了这个人。偷袭？没有哎、欸。走吧。Go go！再见了，温暖的家，成就解除。哎、欸，加藤知道我的跑马灯功能吗？这个上面，这个东西的功能。是不知道？啊，不知道没关系。哈娜安安，好，我们开始了。你好，班杰明。没错，是我。所以你就是那个来自小岛的神秘访客，怎么了？失落、驱赶，太荒谬了！我觉得你值得更好的。
我要说一句爷爷常对我说，既来之则安之啊。你是艺术家，一位优秀的艺术家，你能把我的画完成对吧？但是就像你看到的，他们不会自己施展魔法。这是你的原刷和基础色盘，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。哎，来，首先这款游戏没有橡皮擦啊，笔刷，哎，好方便哦！天哪，买我，你画这个是什么东西？擦掉，擦掉。啊，这边就可以画半个小时哎。我靠，这么粗哦！粗的不好粗，不粗的好粗，好细一点。白痴哦！我想如果这时候开视讯的话，你会觉得我的脸很认真哦、喔。会看到我的脸非常非常认真哦、喔。啊，还是我至少加八字胡。哎，我们现在可是艺术家。哎、欸，你们其实可以看左下角那个人在回啊，不要看，不要看画面啊，他会涂涂抹抹。也不用那么细节，等一下要上色啊、哦！我一直按 Ctrl 力啦，白痴哦、喔！欸、可是画这么好，等下就卖掉了、欸，我很不舍得。别这么早，今天没办法、啊，这款游戏昨天我们小妞送给我，我想说
这款游戏上市，应该说明太平洋时间的话，都会是在三点两点的时候，就小妞十二点就送给我了。我想，其实这些细节我都有看到怎么画，只是碍于 Q 版没办法画太多配件上去。话说，我的 Q 版呢、啊，画太多配件上去的话会失去一些感觉，所以我在 QQ 的安妮身上拔掉了很多东西。然后像这边还有个叉叉，我都知道。就保佑这款游戏喜欢粉红色咯。他妈讨厌粉红色，我真的是觉得我要气死。什么游戏啊，粉红色太多，结果给了太有心了吧。怎么办？衣服的话，还是我开个图片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安妮的衣服。安妮，让我看看，还是我随便画？哎呦！不能让你们看，我要关荧幕了。为什么不能看？因为正比我其实不会画啦。我其实很不会画正比例，你看。其实这样有点肩膀太高了，可恶，肩膀太短了。我想，这如果是饥饿派画家一的话，我已经饿死了哎！我画那么久，一代我已经饿死在这里了。加西安安，狗狗李安安。画画高手，嗨阿冰，冰冰，安安，来，眼睛变色，开始。
这款游戏要不要叫鸽子买啊？鸽子不是也是买游戏玩游戏的人吗？玩买游戏的。我本来那时候就想说，等这个上市之前，看可不可以买到那个荧幕绘图版。可是零零总总加起来，就是看到画面上所示的有没有，约要20000块。大大教吗？教吗？你们要教我画吧？我其实真的很久没画了。你们这些画画很强的小朋友，收到你们的图，我反而都很开心哎！请不要叫我教好吗？你们只会浇灭我心里的火，太强了！你们真的画画太厉害了。等一下，我发现画得不错哎，我可以不卖这一张吗？这张好好看哦，还是就这样交稿了。来哦，会毁掉一张画的，来了哦。没空，没空。好了，就慢慢收尾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好像鱼尾纹哦，天哪！突然想到，他请你把他的画收尾，结果等等画卖不出去，他会不会拿？我就拿这张画卷款跑掉。我看一下死鱼取背后哈。这样好了。有了，我想到更好的了。安妮，你会喜欢。
嘴巴上面有我，爸肯定喜欢的。没有啦，这个。好了，我肩膀已经废了。我现在是他买吗？是说繁星指定的。哎，这款很好玩呢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喽。开始喽。它没有粉红色，哎，糊了。看一下这颜色可以吗？很可以。你知道这款，我那时候看一看，看到一款游戏也很像，就是那个清洁工模拟器，有没有？就是它不一样，清洁工是你只要消掉就好，啊，这一款是要你一直，懂吗？清洁工是，清洁工是你要清掉，啊，这款是要涂上去。叫鸽子买给你玩，哎、欸，也行哎、欸。你们不是七匹吗？啊，不是放了一个对贴，叫他买。那老公不是要买给老婆东西吗？下面紫色下面不是粉的吗？这个吗？不是欸，这个太粉，这个太紫了，你懂吗？你不能被这个调色盘所骗。你单一看的话会觉得像粉，可是你涂上去会变成紫。死亡芭比粉，死亡芭比粉更粉呐、啊！哎呀。哎、欸、阿冰，你是不是没有看过这个？你看我的左下角的脸哦，你看哦，有看到吗？你昨天好像不在，因为这个是昨天开台开到很后面的时候，然后我直接花钱解锁这功能。哎，伸舌头要花钱，哎。啊，再来是涂涂抹抹的环节了。
啊，脚麻，对啊，脚麻，脚麻，脚麻，夜莺安安。哦哦喏。哎，然后现在就是会颜色抢到，他颜料太少了，所以我就只能凑合着用了。还是可以这样子。欸，我好想放大哦！我是不是在一代的时候也讲过一样的话？我好想放大它哦。是不是少两个十字饰品？这里啊，这等一下啦，你这里吗？啊，我刚刚是真的忘记了啦，抱歉抱歉抱歉。哇，拜拜。看来以后都只能画黑白画了啊！可是黑白画卖不出去啊。
你觉得很漂亮，可是它颜色太少了，它不能自己调，你懂吗？正常来讲，我们只要有三原色嘛，红色、黄色、蓝色，我们就可以调出很多颜色了。但是他说的调色盘是固定的颜料，他不让我们调色。你懂意思吗？欸，利恩安安。利恩，我突然想到啊，你那天不是叫我打那个打公鸡吗？打是不是会死？你老实说，那个公鸡打下去，我是不是就凉了。我们的可爱你快完成了，然后再来是挑染的部分。我没有叫你打公鸡啊，那谁叫我打公鸡的？那时候在村庄有人叫我说去什么打公鸡之类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按会做这种事情的就利恩啊。大树守卫吗？利恩？哦，不是你哦。打公鸡有特效，但是我怎么记得萨尔达的力作打无辜的小生物好像会有事情发生，我忘记了，之前有说一些彩蛋还是什么的。应该找不到是谁讲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我还没有开聊天室出来。欸，右下角那个人，你注意不要画在安妮的胸部上啊！警告你啊，人的底线，我的底线啊，先跟你说清楚。哇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啊，我就知道了。欸，不是之前那个哪一个黑暗灵魂呢，还是什么？他打了
打了无辜的猪还是什么，不是后面就是游戏难度会 永久增加吗？就是村庄的人看到你都会想打你什么？那我打鸡了之后会影响到后面什么东西吗？然后回了一句，你打了就知道了。爸问你们干嘛？你也想玩这个？哎，乌咪，你知道你的镇定是我学，你的订阅是我随便乱那时候随便乱送到的吗？哎，我自己送你订阅啦，白痴！你也想玩？来玩，来玩，来玩！哎，这款一代就很好玩了。乌咪安安。不会影响是不是？那我开台来打，哎、欸，晚点或明天再来开台打。哎、欸，乌咪这上市了，可以开始玩了。还是安妮、啊、你还在吗？你头发要有那种糖衣的感觉吗？就是巧克力豆啊这种，头上给你绿绿的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怎么了，安安？坏八黑子氪金大师，安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好帅哦！哎，是我妈把我画得太好看了。是我妈把我画太好看啦、啊。我妈自己私下也都是会拿着这个皮继续玩。啊，好了好了。背景要什么？
手机号，我的礼物什么？你知道我那时候一送到说乌咪，等一下，这个乌咪是那个 ID 很像的还是本人？就发现说是本人。哦，这么会送，天哪，好扯哦。好了，我要交稿了，舍不得，我舍不得。截一个图。我会卡吗？卡什么？是跟我讲话吗？卡 ，YT 卡是不是？还是图奇也卡？怎么会？哎、欸，好了吗？好像死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原来多人的卡，哎呀，